近日有网友释出在医院偶遇景甜拍戏的照片，照片中景甜略微隆起的小腹，引发网友猜测她已经怀孕了。当时她身穿白色涂鸦 T 恤，顶着俏丽短发，搭配黑色牛仔短裙，照片中景甜小腹明显凸起且弧度浑圆，照片很快就在网上疯传。不少人看到第一反应就是怀孕了吗？其实是大甜甜只是长胖了。五月五日，景甜发微博吐槽自己体重破百了。今天张继科在景甜微博下甜蜜回复，胖了，我怎么觉得你瘦了呢？随后景甜和张继科甜蜜互动，回复道，小哥哥训练辛苦了，加油。在张继科爱的滤镜下，景甜怎样都是美美的，这碗狗粮网友们干了。近段时间，因为一场捐款事件，杨幂可谓是饱受争议了。近日，杨幂现身录制某节目的现场照片流出，照片中杨幂身穿一件浅色上衣，搭配一条不过膝短裙，整个人显得也是格外有气质。此次流出的现场照片中，杨幂整个人的状态也是非常不错，在现场还开心与友人合影，完全看不出是因为深陷舆论中的艺人。这样的状态也可谓是丝毫没有受到这场捐款风波的影响呀。杨幂面前还摆放了一个特大号的大碗，并且杨幂还拿着筷子夹起来一块肉来再仔细端详，这呆萌的小眼神也真是让人觉得很可爱了。最后吃货杨幂直接连大碗里面的汤都喝了，想必杨幂就是真饿了吧，面对美食一点都不矜持了。